手托粉丝大家午安，妙语直播第57间，小编今天来到的是位在高雄男子后进的天母宫。啊，今天这一间庙呢，他们这边虽然是主事的是那个妈祖娘娘，但是呢，他们这边主要我今天来的两个目的，出来直播之外，待会呢要来给王传叔叔探班。啊，今天跟小明一起来直播的呢，是我们后进天母宫的执行长陈大哥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一间天母宫它的历史背景吗？我直接讲台语可以吗？会使，台语会通。啊，阮进天母宫算是阮红的，哦，阮东家的寺庙啦。嘿。而且当初阮佛刹的主神是妈祖娘娘甲观音佛祖，福德正神，就是伫阮这祖厝，哦，这三合院这祖厝遐一只。嗯。我当时是要佛刹啦，当时是三尊，乌乌。底下尔啦，哦，后尾啊，改只发展较啊，开大庙、大地、起庙，到今足足大概差不多有18年啊。嗯，就是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个三合院呢，其实就是一开始的起源发源地的，对吧？对。伊去当时是伫这个三合院里面，当初是伫这个三合院内边，阮的宫厅内边，东家宫厅内边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一直发落，发那个发落是这样子念吗？发落，发落，发落，然后就就有请那个师傅嘛，请阮当家的老伯，这老伯啊，大家来看，看路中时啊，拢开始发落，一直发咯。哎呀，老伯，我无个叫法师啦，叫法师来问公司啦，安尼啊。啊，公司问个，佮讲阿妈祖娘要来遮救世，要来遮起庙，起庙安尼，才开始点分民开工，开始救世，到进来，伫这個西元1999年。来，我们带大家进来走一下，就是因为妈祖娘娘就是有来下来，就是因为发落嘛，然后就希望说。在那个三合院的正对面，已被起一间庙。那这间庙呢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2000年，在第西元1999年来大庙地，农历8月7日来开挖基础，到西元2000年，农历正月6日开始做一条庆神，安尼。一条，一朝、三朝、五朝、七朝。到他们接下来9朝王教嘛，进可是不是做这个高调翁尊酒。来，我们带大家进来逛一下哦。进来呢，其实他这边的庙，他只有前殿而已哈。然后他的主祀就是妈祖娘娘、观音佛祖哈。妈祖娘娘跟，他这个是梅州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的背景，当初他有来交代，他是那个梅州林默娘，是，要来这里来救谁啊呢？前面的这几尊比较尺寸比较小的，就是当初在三合院，开机，就是那时候呢，在三合院里面主要侍奉的就是这三尊，然后也是因为这三尊的神明，就是他们发落，然后就想说要来盖庙。然后后来越盖庙，还有后面把它雕比较大尊的金尊，哦，起庙了后，佮雕这三尊定点的，妈祖娘观音佛祖佮福德正神啊呢。所以它正中间是天上圣母嘛，然后右边的这个是观音菩萨。哦，这个是观音菩萨。对。哦，你们观音菩萨长得不太一样。然后左边这个呢，就是土地公，福德正神。哎，福德正神。等于说，你们的主祀跟陪祀是在同一个位置，这样，通常不是会分开吗？对，我们按照外面的配型，而且一般来讲会有配型，就是祝神娘娘。哦，陪祀的是其实是祝神娘娘，跟那太祖老公什啊？我的配型是祝神娘娘，阿个多区别的太祖老公。
啊，阮的主神是观音，是妈祖娘娘，甲观音佛祖，甲福德正神啊。因的观音佛祖是倒位来啊？佮要交代啊？因为你们这一尊，我给大家看，我觉得他这一尊的观音佛祖不太一样哎。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前面这个也是嘛？这个也是。也父心中请他做客。哦，这个是给人家请去做客的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后面当然就是定点呢，哈。神韵跟我一般在外面看到，就是庙方不太那个神情不太一样。然后陪侍的就是，哎呦。啊！我听到什么？没关系。就是祝生娘娘，然后跟中坛元帅。这是陪侍的中坛元帅。起庙了，起庙了，他有这个配神祝生娘娘跟太祖老公。所以他这是从哪边分过来？就是起庙了，起庙了有交代配神，就祝生娘娘跟太祖老公。所以就是直接帮他雕刻这样子嘛？对对对，啊、哦，是，所以，算配型，我田伯给我配型了。嗯哼，因为像有一些就是可能他是从哪边分，比如说哪一间庙分灵过来的这样，有些啦，有些是这样。哦，这个在我们的那个三合院里面，起初。就是已经几百年也不知道了，就有看到那三尊啊，我看到那个妈祖娘娘观音佛祖福德正神的，就是在我们的三合院里面，做出来面、勾出来面啊。哦啊，就是刚我都在跟你讲，就是一直讲哦，一直讲哦，一直讲哦。我叫顶辈啊来看，问公司，叫法师来问公司，来讲啊，要怎复兴，要怎救世，他开始定分面，定开光。啊，救世到有一段时间，对啊，打庙地，伫西元1999年，卡打庙地，农历伫咧八月初七来开挖基础，西元2000年来做一条庆神，就是交车道，农历交车道做一条庆神，三条五条，到今要做九条王尊石，到今，要做这九条王尊石，当然这是伫这农历109年啦。农历什么时候庙会？就是农历的109年，后年。嗯，咱今个剩下个一百，咱农历剩下106年，明年107年，109年。我们要做这个高调王尊酒，就是109年。哦，高调哦，那很多仪式哎。对啊，啊，所以今天建筑这叫王，建筑这叫王尊啊。这条是做个康复，搁做这个，这个王尊建筑好了，还可以请王。请王了，等到要调拜一年，调拜一年了，等到民国109年正月20上王。哦，啊，阮这个是正月，阮是正月11高调起轿，正月11，哦，农历正月11，透早5点高调，哦，109年正月11号，哦，啊，做到正月19，啊，20上王。哦，做到正月19下晡，元宵、普渡，隔天正月20才上王。啊，上王的地点就是要过咱这个高雄市这个家庭，或者台湾海峡，大概在台湾海。要上去家庭啊？没、那有一段路哎、欸。有啊。因为这边算男子后进嘛，要送去家庭。有来交代好啊，阮妈祖娘有来交代啊。是是。过去上王的地点就是伫咱这个家庭，台湾海峡迄座沿海遐呢。所以他虽然说是妈祖，不是拜什么千岁，可是他因为这一次要做那个九朝王教，所以他还是有就是建造一艘王船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王船。那这艘王船呢，它也有一个名字，叫做湄洲一号。对，湄洲一号。对。这个也是圣母那个天上圣母自己取的吗？对。妈祖娘娘自己取的这一个号。湄洲妈祖，湄洲一号，天母宫王船厂。那当然呢，这个王船师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。咱这林中台，嗨塞，高波级的老师来建造这只王船啊。阿姐，啊，
我来甲你探班呐、啊。这只偌大只？三十几岁啦。三十一哦，三十一尺，它算是一圣妈祖准吗？对啊，妈祖准对啊。妈祖准跟王爷准差别在倒位啊？有跟有王，伊就无王爷听对不？有啊。嘛王爷听有啊，一样啊。一样。哦，一样，赶快，赶快的意思。那他们一样呢，就是这个团队呢，就带来整个就是来到男子后径，这架当时的完工啊。那个唔知啊，看后礼拜，后礼拜看啊，要不会啦。没那么快，他那个没那么快，来带大家看一下。我刚才让你去看。呵呵呵，我可以进去看，但是只能看外观。其实差不多啦，大同小异，只是他这一艘。三十一尺，那不就跟庆安宫的差不多？而且这艘王船啊，妈祖娘娘是不是有？因为好像要避开那个台风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跟大家说？哎，这边好，这灯光有点怪怪的。等一下，来，为什么他的那个日期定出来就是说有台风？按照我妈祖娘娘伊的看，伊是讲，今伫这个民国1807年有这个风台问题啊。啊，1808年应该是地震，啊，伊家1807年有风台入来，讲啊，伊做成呢，伊是尽量会当个拿煞，哦，即个风台莫入台湾，啊，要保佑即只船会平安安尼对啊。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在瞧那个日期，想说因为1809年离现在还很久的时间，隔两年啊。对，还有两年的时间在。才会见效，而且他们其实现在那个日期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带大家看一下，他其实那个行事历的那个日程表呢，都已经全部列出来，然后在那个庙这边，他所有的行程都在庙的那个公布栏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南子，这个就是他们后进天母宫。九朝王教的那个行事历，也就是说，因为现在因为还没过新年，所以现在古历嘛是1806年，然后过了这个年之后呢，1807年就是戊戌科，但是他们这个是庚子年哦，好甲乙丙丁戊己庚，明年是戊，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。戊年、戊戌年，好，明年是戊戌年，然后己亥年跟到大后年才是庚子年。庚子年的农历正月的11号呢，就是正月11，王教祈古法会。正王九二高调，王尊九 Kigo， 然后到甲尾，这个甲尾十九，哎，这个甲尾十九下晡王九来普渡。隔天甲午20算王哦，所以甲午20的透早五点算王在家庭啊，地点在家庭啊，那要怎么去啊？走路哦？要开要就要从都要，他会托运吗？对啊，都要托运了啦，他会托运，太远了，对啊，真的有一段距离耶。然后他这边呢，每周六哈、哦、加拜拉暗时，加有在蒙书哈、哦，所以高雄的乡亲们，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南子附近的，想要请教事情呢，都可以来这边。然后他们的那个DM， 哎，不是 DM， 那个文宣广告，其实都已经出来了。好、哦，九朝。其实很少人会做到九朝、欸、通常都五条呢。那这个七条就不简单，啊、要做九条的足足少，公庙也好啊，寺庙也好。你下面也做个九条啊？哦，这
这个物件是呢，这咱个无啥了解啊。嗯，这我有看到要做个九条，有无足少了？我第一次。我第一摆看到会做个九条。我也很好奇耶，我到时候也蛮想来看的，因为大部分做到七草就已经是很，因为阮前很少很少。阮前做七条的时阵，妈祖娘娘给我交代，尾后搁一颗。所以顶一摆是几当前啊？做七条的时阵，伫咧，我一个现切啊，阮这有做的。做七条，不唔知。100几年哦，所以它没有固定几年一颗，是不是？我们固定几年一颗，我们做七条，刚不100几年。嗯，所以就是都是等那个神明杠杆了哎，然后说就是要做了，要开始新的一颗教建教这样。我是那不是杠罗，就是有卡杯啦。那高条。一条嘞，十一条。无啊，不是，应该没有到十一条吧？有天在讲是讲有这个这罗天大教49条，但是迄足少啊。罗天大教就比如说像南昆生他没有办过。南昆生有对啊。罗天大教。罗天大教。那个是真的是很盛大，非常的盛大。足盛大。对。啊，那个也是很久才一次啊。我还是不知道罗天大教，而且你的庙的那个要够大间，才会做到那种罗天大教这样。但像他们这样，一般能做到九朝，就算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呀，要做到高调，这不简单啊。对啊，像这种一般的公庙做到九朝王教，真的已经是，所以在大后年，我这个够冷当哦，超久的。两年后呢，大家可以来那个男子。欢迎。欢迎来本宫啊呢，人家行行，阮指导一下呢。因为他这边算是男，加上熬夜，熬夜，熬夜，好熬夜，就是男子的后进这边，后进的那个天母宫，后进天母宫，然后他算也是圣行啊来，你们这个也是算巷弄内的，对啊，对。因为啊，今摆熬夜问一下怎样熬夜。妈祖庙田庙兄弟对人来讲，哦，所以这算是当地人一个很应该人家都知道了，南方仔呀，搿阮这个妈祖庙呢，是，我们搿这个妈祖庙呢。好，那今天谢谢我们的执行长陈大哥，谢谢，来帮小编，就是我们庙宇直播第57间来到了男子的后进天母宫，在两年后呢，有一个九朝王教，哈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可以看得到。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，就是你们讯息会 po 在 FB 吧？会那大家可以上网搜寻，就是后进天母宫，对，就会跑出来了。对，那今天谢谢执行长，谢谢，那我们一起跟网友拜拜。